先问问看各位针对今天的整个主题的部分，甚至大家的经验，还有其他正在进行中的一些专案，我相信各公司各先进一定手中都还有更一些宝贵的经验。那我们难得最后这个议程，希望能够充分的一些沟通，把心中今天早上带过来的一些疑问跟问题的话，那经过这样的一整天的整个程序，能够满足各位整个听过的部分，现场看过的部分，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心中的疑问给解了。那接下来的一些挑战，不管是行政院要求的每年1%持续未来的执行的节能的部分，那相信这个部分可以有一些充分的交流。那我先问一下台积的先进，早上提到那个冰机智能化的部分，尤其是那个人工自动控制，我不知道现况是不是那个提到效益还有2%多，那目前的现况执行的部分是可以再帮忙补充一下吗？智能化第二阶段，你所谓的人工智慧之后的预测预估节能效益的部分，是不是都全部 auto release 变 auto operate 的部分？现在我们目前有几个厂在运转啊，我们12 P6 跟 P7 嘛，好、哦，那个是应该讲AI machine learning 是要架构在我们那个正负两度C的那个基础之下，然后要有很多的数据的收集，好、哦、像有冰那个胖不利用电量、外气含值，还有冰机等等数据收集之后，它才能我们丢到那个大数据里面去做分析，这样才能够讨一个数据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值出来。那目前我记得我们是 P6 跟 P7 有在运转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整个 auto race 变成包含自动开关机吗？嗨，中午两度其实我们连哎，那是我们的台积是由我下去写程式的啦哈。当初哎想了十几年，然后总算想出来了，在台积想出来的。那它应用的层面很简单，就是应用 pump 的性能曲线、扩音道性能曲线跟冰机的本身的性能曲线下去结合出来，冰机变温的时候，它哪时候会得到最低的一个能耗？那这是中午两度C的一个精神。那但是它是只有理论，它并没有实际。理论推导出来之后，我运转了一年的数据，再由 AI 套用这一年一整年运转的数据来跑 AI， 那 AI 会得到说什么？是得到我冷冻盾含值在不同的含值之下，我可以得到的最好的 set point， 他从我历史资料找到一个最好的 set point， 所以他的 AI 可以，我的假设我的正负两度是一个核聚图这一个框框的，那 AI 可能就是落在下方，所以他可以省的能源平均值会比我低大概2%这样子，大概说明是这样子。你这套 AI 是全系统的最低耗能点是不是？哎，是，因为它学习有正负两度C更低的，哎，应该说学习正负两度C它的点其实有很多在，因为我用理论去算的，所以一定有一个误差值，但是它学习的就是最低点的那个 set point 值这样子，哎，啊，它可以不断的学习，就是每两周学习一次，每两周去 update 一次这个历史资料这样子，哎。意思就是用最近两周的实际的 data 去预测接下来的包含外气的环境，那可以趋近到未来每一天甚至一个礼拜的最佳的运转条件。是因为他又套用一整年先去跑模型 model 出来，那他在每两周再去捋圈，每两周再去捋圈，把最新的 data 一直捋圈进去。那我们能耗是不是？我们的那个设备位置老旧，管路会老旧，所以他会把这些 data 都是捋圈进去。因为未来就是未来越老旧，他 ECF 会越差，他就可以都可以知道最好的一个那个设定值这样子。哎，各位长官。那个电子厂的用电主要来自于制造部跟厂务了。那，关于制造部的这个制程机台的用电量要节能，那包含验证就是需要有电表，可是因为它的回路比较多，所以这个的费用比较高了。所以这边想请教一下联电的先进，就是说，你们制造部的这个机台的用电量测试建厂的时期就规划好的，还是说你们有其他的方法是？可以比较 smart 的降低这个费用，就是可以执行的。谢谢。我
OK，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哦。那个刚才我们早上看到的那个整个 Fab 的耗电生产竟然占了一大半以上，超过 50%。那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持续，不管是半导体厂的厂务工程师，或者是整个全厂的细节的部分。那实际上我相信，这个在先进厂的部分，或者我们公司都有一个 solution 出来。那这个问题我请我们的那个郑天福郑经理来回答一下，嗨。这个我们在前两年就开始做那个 POC 的部分了、哦。那在刚才那个外面的那个展场上面一个展率哈、哦，它要无线 CT， 大概我们是跟他一起做这边的有一部分的开发哈、哦。那大概因为它是无线无远的哈、哦，因为目前在 Fab 里面你要去动到那个线，而且线的空间都非常有限哈、哦。你要去动它，或者是要拉线去，风险都很高，而且 cost， 我们之前有做一些有线有源的部分哦，是成本都大概一点，大概都要一两万块或几万块啊、哦，可能都超过。那后来就是开发就无线无源，用5G 的那个信号去回传的哈、哦，可是它只有电流，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电压，所以要用电流去概算。它的功率哈，所以我们要知道电压是定值嘛哈。那供应的部分可能就用一次量测来确认，像例如马达，它知道它的供应，或者是有一些特定的机台知道它的供应。那在软体的部分就直接输入。那误差我们在一般我们在看大概都3%到5%，可是大概我们大概目前都是看到的趋势，那去找到它的那个。有那个节电的机会啊，目前的做法是这样。台积也有涉猎好多年的那个也有 solution 出来，我不知道台积的先进愿意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一块机台的那个简易的无线电表的现况吗？目前来讲，我们有一阶段是在发展这个，应该讲跟厂商一起在开发这个无线的，也是用。那个电流的部分哈，那但是因为有一些问题它不是很准，所以后面我们又有在换别的方式来做，那目前也在开发中了哈。那这个应该讲我们也是要做找出最便宜的方法，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出来啦，嘿，所以这个目前还没有很以上没有很确定的东西，所以没什么可以报的。目前进度我们大概朝向是第一个刚才提到的无线的部分，就是用 WiFi 的方式去做整个 data 的传输。另外无源的部分是它不需要外加电源，它那个 CT sensor 的部分可以不用额外的电源的方式，所以这样的设置的话，但它有它的缺点，可是它可以克服达到我们的目的。那它的成本跟先前传统的 PLC 或实际上电源应该可以降到原来的1/10，这是我们先前大概预估一个点的电流值的 sensor 的设置成本。这个后续是让大家都还努力往这个方向在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这个是目前我们这边的进度，不知道这样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吗？我就把机会让给我，我再请教一下那个早上友达那个加湿器的部分。你说在那个 Fab IP 回风区的直接喷那个你们的那个湿度的 range， 还有那个控制湿度的 vibration 的部分稳定吗？以这样的方式做加湿的部分，品质的控管的部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自己实际运转的经验来讲的话，它湿度如果以绝对湿度来看是蛮稳定的了。像我们的 spec 中心值早上提过，如果以23度55% 来讲，它的绝对湿度大概就是9.5克、9.6克。所以我们如果全场以绝对湿度看下来的话，大概都是大概9.4到9.6，差不多这个区间之内。我们其实实际遭遇到比较有困难的哈，反而是因为温度带动的那个湿度不稳定，反而不是绝对湿度，对，因为我们那个毕竟面板的话，8.5代的大概
不会比我们现在这个会场的两扇门扇加起来小，所以我们机台也都蛮庞大的。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像他的那个规划上哈，他们会有类似 oven 东西跟 container 摆在一起的，然后一对，所以它温度的变化很激烈。可是我的那个能够控制温度那个 coil 并没有切割那么细，所以它机台如果自己没有像一些 coater 比较敏感，自己在装那个 TCU 的话哈，其实在环境的那个温度上控制，对我们来讲反而比较是困扰。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较新的厂的加湿方式还是用这种 FOX 的方式吗？还是用 Air Washer 的方式在持续新的技术？其实友达在台湾后离厂之后就没有更新的厂了。然后我们在昆山有一个那个 Lotem 的厂哈，啊，因为昆山的条件又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是没有使用，因为那个是冬天会下雪结冰的，所以它的外气条件上来讲哈。像我可以补充一下，其实像我们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联想过早上报告的，我 MAU 把那个所有热水东西都拆掉啊，冬天寒流来说怎么办？其实我是用那个14度的那个冰水当温水在用。然后各位如果还记得我早上报告那个 MAU 的构造的话，我们是把那个 fan 的部分是丢在最后面，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 coil 的下游就在 HEPA 前面，所以这样子来讲，其实我不管是台湾怎样的条件的话，它的那个送风温度都可以维持在14-15度以上，到真的进到那个 RIP 区的时候，大概都到16-17度了，所以状况看起来是 OK。可刚提到，如果像我们在昆山的厂，因为那个冬天是零下的，可能它本来就需要一些 heating 的功能，用这个系统相对 gain 不到什么太多的好处。状况大概是这样。谢谢。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关于冰机的选用的部分，因为近期开立这间公司已经陆续想要打进科技厂，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先进说，对于开立的冰机跟全能的冰机，大家有什么想看法？然后还有那个近期也有一直有磁浮式的冰机也要陆续想打进科技厂啊，可是目前然后业界很少人在使用磁浮式的冰机，那不知道各位先进有什么看法？开立冰机我这边是没有用过了哈，那不过开立的部分我们在 P34有用到中温 heat pump 的一个部分，好，那当然两者的冷媒是不一样的嘛哈，券主要是一个比较低温。低压的一个冷媒的一个部分，那开立是一个比较中高压冷媒的一个部分。好，那磁浮式冰机就我们了解，我们之前有评估 Macquarie 这一家厂商，那它应该是在台中龙总那边是有用过。好，那实际上的性能我们还在评估当中。那我们知道工研院绿能所也有在推这部分磁浮冰机国产化的一个部分。好，那或许可以请工研院再给我们补充一些说明的一个部分。而磁浮冰机那一块哈，其实工业确实是有在做推动跟试用。台北大概有几个大楼在用磁浮冰机哈。不过你想要知道比较详细的东西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待会可以把电话公司留给我们同仁，那我们请我们工业磁浮冰机的团队跟你联络，然后他应该会非常愿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甚至去工业的场域来看。工业24馆的大楼就是用磁浮冰机的，那那边有为了解说方便，他有蛮多的资讯披露出来在上面，然后我想说供应张玉炯张组长团队应该很愿意跟你解释这一块，这样对你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嗨，谢谢。OK， 好，谢谢。那这样有回答到这位的问题吗？ OK， 谢谢。好，那刚等一下副总监您可能会很忙，因为他们可能都会跟你要名片哈。OK， 好。各位，接下来还没什么问题。刚才那个问题，我们有一个，不知道，就是因为据我们台上的几位所知道，在园区大部分的冰机都是券的，不知道其他的公司有用开立的主机的经验吗？因为我们台上这些，包含我前天办台积或我们公司，目前对开立的主机应该都比较陌生。那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公司有用到开立的冰水主机吗？或许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刚是有第二个问题，您刚刚是有提第二个问题吗？
你刚刚提到那个问题是有两个，是不是？对，第二个就是磁浮。哦，对，磁浮主机那个刚才那个副总监有提到说，后续可以跟工研院，他有在推广磁浮冰机的部分。那但大家都有这样的讯息，那实际上的运转经验可以到工研院去再做实际上的确认。谢谢。好。刚刚的磁浮冰机，因为我们大概这礼拜有去那个台南的一个高雄农民医院哈，他们那边有用那个磁浮冰机的哈。那之前我们评估过，它是号称说它不用润滑油，好，所以它整个冰机每年的一个衰减效率的衰减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另外我们之前的疑虑是说，它磁浮冰机是一个高速旋转的一个东西啦，所以它要一个蛮稳定的运转的状态。那我们电子厂最怕就是说整个冰水系统突然间 crash 掉，好，它会对现场产生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评估的一个重点之一。对，不好意思，我这边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 PCW 的一个回收预冷的部分，我想请教一下，它这个部分在改造上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有什么限制的条件？实际上的负责人跟执行近两年的专案，哎，这个请他。亲身的过程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 PCW 这个部分在，其实我们一直想把13度的冰水用量用到极致嘛，哈。那我们在挑选这个标的物的时候，也是选择一个就是 PCW， 是因为第一个它用电量多嘛，哈。那第二个是它只是处理一些那个闲热，那如因为13度C你要处理前热的话，就可能。不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是你要选的标的物的部分要适当，就是适合再用13度 C 的冰水去用。那第二个是说我们是那个运转厂嘛，哈，那这些管路本来就没有，所以在做工程部分在设置说在不停水，然后不影响产能之下去做，实际上是有点难度的。所以我们当初是选择不断水工法。在不断水的状态下去做一些开孔配管，那在整个在没有在做介机的状况下整个胎焊进去，所以这个是中间的一个难度，那大概就这样子。那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吗？好，刚有另外一位举手，没这个建议再补充一下。实际上的风险，实际上我冒了一些风险的，不能再执行这个活线的切换，这个请建议再补充。哦，因为我们早上有报告过，我们这场是大概1999年开始建厂，我们那时候全部是5度 C 的一个冰水系统的设计。那我们在 Phase Two 建厂，在2003、2004建厂的时候，因为现场空间已经有一些限制了，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只设置了4台的13度 C 的一个冰机。好，所以那时候主要是用在那个 Phase Two MAU 的一个预冷的一个系统。好，那可是我们后来想要再把它提升13度 C 的一个容量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其实 PCW。其实最好的部分就是一次测热交换器直接改成13度 C 就可以了，因为新的厂设计也是这样子去设计的。可是我们去看现场空间，其实已经不允许我们直接从原来热交换器那边去把它改成13度 C 的一个冰水管路，好，所以我们就去工程师就去思考嘛。那我们想到就是说从回水端，好，就从 FIB 这边使用端回来的地方，好，去做一个不断水的开孔，那先把它做预冷，再到我们的一个 expansion tank 那边去。好，那我们做这个除了刚刚提到的不断水工法是蛮大的挑战，因为尺寸蛮大的。那另外一个我们担心就是说，因为我们那边有架设一个 pump 嘛，那我们担心说这样子架上去之后，会影响到 PCW 回水的一个背压，会让它升高，那会影响到现场机台的 PCW 流量，会造成一些影响。好，所以这边我们都有去做一些模拟啊，实际做一些测试，没问题之后再把它导入进去。好，那以上是我补充说明。各位长官、各位先进大好，请教一下，刚才就是前面先进提问那个郑经理的问题哦，就是关于那个无线无源的那个智能电表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导入的时候，通常会提到一个 payback 的问题啊，你们在导入这个部分，那你们去装，大概实际上可以 gain 到的一个效益大概有多少？
是跨部门合作的，我们常务是负责那个无线 wireless CT 的一个建置的部分，那整个一些 WiFi 就是 IT 那边去做一个建置，然后收到我们 Big Data Center， 那后续实际分析就是我们一个 SMG 智慧制造处跟 Module 那边去配合一些制程机台的状况去做一些分析比较，那所以实际效益我们再请那个 Module 这边来补充做一个说明。实际上大概找到多少的一个效益，比如说几%？你的效益上是几%？我们是寻求机会点。那实际上效益的话，我们现在持续在做的，已经得到的就是大约就是早上讲的那个 Greenmore 的开发，那个大约是890万的。那你说实际上对整个厂的用电量降了几%？这个我们还没有去这样实际算过。对，那因为我们的用电量是厂务用电跟我们 Module 用电搭配合起来的，那所以实际上对整个厂的用电量降几%，我们还没有因为这个电表这个去精算过。对，那你刚才讲的就是 payback 的部分，其实无线电表的部分它相对来讲它是比较便宜的，那而且它是可移动式的，所以其实我不用说每一台都安装到，那我只需要先取一小部分，那安装完之后我量测完之后我可以做完分析之后我再移到下一个部分，那它也是三项的部分，那其实我只要取一项，那再用我们的一些 IT 的系统去做换算，那其实就可以得到我们大约的相对的一个用电量，那我们做完我们的节能的一些项目之后是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些改善之后是不是有效的这样。所以并不是长期针对那个比如说 ISO 10001重大能耗鉴别的20%的机台就是永远挂在那边监视就。没有，我们不是固定式的，所以我们是 portable， 等它机台的耗能模式收集 data 出来之后，我们就会移到别的机台去做 data 的收集。详细的部分我再请那个中权那个再说明一下。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早上我们有再描述一下，就是说我们就用那个智能电表，我们用智能电表无线无源去看到我们大负载的机台，那大负载机台这里有机会去节电，就是在 idle 的时候我们要让它去 idle， 让它抓到这个应该讲 idle 是一种是浪费，那时候浪费要让它去节能，那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机会之后我们去做 green mode， 刚刚早上我们讲了，那 green mode 就是我们左眼的是，也就是说，当它在 idle 的时候，它是一个浪费能耗。我们怎么让它从这个浪费能耗再减低？这是我们就是从智能电表去看到的时候它这样的效益。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一个，其实你是刚才讲这个 playback 的话，其实我们投资这个智能电表，我刚才早上的答案有，我们投资这种 app 这一个机台的一个 type 的话，我们投资大概是75万。那是我们可以 gain 回来的效益大概就是800多万，那只是单对这个 entity 一个 entity 的一个机台，那目前我慢慢装这个智能电表之后慢慢继续开发，它还有没有其他这样的机会，如果还有这个机会我慢慢会把它开发出来，那是整体的效益，可能说目前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中，我们还没有统这个 total 统一的计算出来。你好，我想请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联电哦，现你们的冰水智能控制系统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know how 啊？因为现在冰水智能控制系统，大家都说冰水智能控制系统每个都不一样啊。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 know how 在哪里？这个我请建议来回。事实上，我们做了两个阶段的智能化的冰水主机的部分。那事实上，我们在今年度2020持续有在做，刚才像台积所谓的那个人工智慧的预测效能的部分跟总耗能，这个我请我们那个智能来说明一下。这边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智能冰水主机的部分啊，因为其实就每个厂来说，其他状况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其实都不能统一概论。那其实我们去为什么我们知道说我们那个智能冰水主机会有这样子一个节能成效，其实它也都是基于一些基础理论，就比如说像是莫里尔线图啦，或者是基差的分析，其实它的基础理论都差不多，但是因为每个厂它的参数或每个厂的条件其实都有点不太一样。那譬如说有的厂它可能它的冰水棒谱预度很足够，有的
油厂冰水泵浮裕度不足，它的设计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那或者是说，有的厂它的冰水温度可以调很高，有的厂不行。那这个都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差异哦。所以这边可能比较难跟您讲说，就是该怎么做设计。那只是说，像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要注意到的点，就是我相信很多就是对于这套系统有顾虑，是在于说，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电脑在计算，算完之后丢给程式去给现场的所有的这些设备哦，去做一个运转的一个参数的指定。那大家也会怕说，是不是有一天，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导致说我现场的系统 crash 掉？所以其实，在我们在设计到系统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背后也做了很多，就是去阻止这一套系统 crash 的一个努力哦。然后包含说，假设 PLC 有什么问题，或是其中一台设备有什么问题，那他要怎么去救这一套系统？那我相信这个其实这个也不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一定要怎么样去做设计。那这边只能跟大家有一个就是同等性的一个概括。我相信大概每个厂哦，包含现在目前也有做其他厂又在做智能冰水主机，大概我相信设计上都是差不多哦，就是都是用同样的理论，那最后发展根据这个厂的特性，那最终发展出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样子。那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好，谢谢。我补充一下哦，就是说其实冰机不是新东西哦，现在其实已经很久了。那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的一个冰机节能的模式哈，那也有大家都有一些运转的经验。那我们这一次的所谓的智能冰机，只是把一些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改善再强化。那譬如说，我们以前用群控在做冰雪棒波冷却水的那个这个控制部分，我们因为管路的问题，那负载不平衡的问题，那我们在运转过程中有做一些微调，那包含泵浦的微调，那个扩音套出水温度的微调，这些在以前我们都是用人工在做一些微调。那这些我们把它转换，就是利用这一次所谓的智能第一阶段的智能冰机的部分，我们把这些转换成单机控制，然后单机去做一些微调，那不需要我们人员去介入去做这些调整的动作。那我们第二阶段的部分，就是在运用那个 IoT sensor， 然后收集一些大数据，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些演算法，然后再去会丢出一个我们的一个决策报表，那提供我们去做一些运转的一个参考，那甚至以后会做到一个自动的控制。那这部分都在目前在我们 P34在做 POC 啊，这是以后我们的一个方向啊。以上补充。好，我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冰水系统哦的流量有没有装设流量计？如果有装设流量计的话，它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的？我们现在有装流量计，那是用那个压差式的，是接触式的。那以之前也有用过用那个超音波，那因为有些管路配置的问题，不过超音波我们用在 CDA 是 OK 的，因为它管路的部分它还是有一个管路设置的配置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可以管路够长的话，是超音波是也蛮准的，也是可以用的。我们后续这个智能冰机，我们装设是在冰水主机每一台。都去测每一台实际的一个流量，那部分就是在我们的蒸发器前后，做一个压差式的一个流量计，它可以去算说实际流过那台冰机的一个流量是多少。那以前我们都是用直接一次冰水泵浦的一个运转频率，跟它一个特性曲线去推估它的一个流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实际把它装流量计进去，可以了解进每一台冰机实际的冰水的量是多少。这个请这个我们有切身之痛哈。因为我们 LED 有子公司嘛，那之前他们初期啊，第一代的，其实我们是比较装了傻贝贝，隔了几个月之后，可能有10%、20%就开始闪烁坏掉了，所以初期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厂内都用277的，在外面也比较少用，就而且是他第一次开发，后来用了第二代、第三代，就一直那后来改善了之后。目前大概的故障率都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个问题是光衰呢？以目前啊，我早上我们同仁有发表那个以
到了已经装了第三年，光塞都不到到一两三%，不到五%。我们还在踹啦，尤其那个无尘室的部分哦。那我们预估大概应该都可以超过十年以上的光衰期，大概80%，以80%来看，应该都可以超过十年了。对不起，我问一个那个跟这个比较没有关系，就是说哈，那个空调箱的部分哈，我想联电这边应该也是20年了嘛哈。那你们怎么样去验证说你们的空调箱的效能哦够不够？然后当然，我想如果没有腐蚀的话，然后效能也差不多的话，不会去换啊。那你们的20年，你们效能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要怎么样的去有没有在清洗啊、维修保养这样子？联电，我报告一下啊。那空调箱我们这边主要就分内循环跟外循环哈。室内都存全外气的部分，大概我们20年现在已经陆续在更换了。好，那清洗的部分我们也是有，就是我们有看到，就是我们在 PM 保养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气管有阻塞或脏污，我们还是会清洗，那频率大概2-3年会洗一次啊。那我最近换一台新的全新的空调箱哦，那阀开度从之前的100%降到现在50几%，大概一半，所以效率大概应该有降一半以上，所以这个部分就看各厂的一个预算，然后所以这个该换还是要换。所以刚才提到那个空调箱分，不仅仅是整个外气空调，我们包含8寸的比较旧的厂，那个 MAU 的部分也从去年、今年都陆续在做更新的部分。所以这个已经像8寸，我们最早的厂已经将近超过25年，所以 MAU 的一些盘管那些 performance， 我们从去年慢慢在做更新的部分，这个是我们目前的现况。我在问空调箱的问题，那你们20几年前的那个规格跟现在的规格，你们会有用做什么样的改变？你们新购的话，会有没有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设计或是要求这样子？这个部分呢，因为鳍片的部分大概没有什么变化，大概都是铝鳍片加蓝波防锈哈。那马达部分我们会改成 i4， 好，那这个比较节能。那整个因为有腐蚀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设置的部分就是会把一些机构跟一些那个钢构部分改成不锈钢的。那这个当然费用会比较高一点。但是这个部分就可以解决一些腐蚀的问题。对，你刚有在讲到蓝波防锈是不是？那以前就有还是？蓝波防锈是鳍片？鳍片一般都是铝鳍片。那其实蓝波防锈以前就有了，只是说我们因为看起来在业界这个部分并没有什么新的产品，还是铝鳍片加蓝波防锈。谢谢。好，最后那个请 OK 好，不好意思，请问一个问题，你们那个改成黄光 LED 从2016年到现在有4年了嘛？那除了光谱那个除了光衰蛮低的以外，那么光谱的话，它会有什么变化吗？早上光谱波长的部分，我们大概最近用了3-4年哦，我们每年大概都会。同一支哦，就是抓拿同一支去每年去测哈、哦，那测的结果除了光衰有刚才讲的大概5%以内了哈、哦，那光谱的部分，大概都没有动，大概就是维持第一年原始的那个光谱的现象，都没有，最你刚才问的问题应该是怕它那个外罩是不是会变质的问题嘛，那目前。我们也是怕外罩，因为塑胶的材质，它会有，它要会有裂化哈，所以我们也在观察它的寿命呢、啊。那一般除了用光那个光罩以外，也有用贴膜的嘛哈，所以贴膜的可能它的衰减期会比较快一点。那目前我们使用光那个塑胶光罩的话，目前用了4年，大概都没有变化。刚天府有提到我们的那个 LED 照明是算是我们关于企业是吗？哦、我们没有特别去做这个自入行销哈，对，好，来，
我们是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好，请问一下啊，就是刚刚在现场做观摩的时候，有在锅炉房这一边有看到那个上面写着空压机的废热回收，那它是以风管的形式，那请教一下说它是应用在哪里？是锅炉的进气预热呢，还是在哪里？啊，效益上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performance？ 谢谢。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初我们在做一些节能的一个案，在做评估的时候，有发现说，其实锅炉的进气口的温度提升是对锅炉的瓦斯用量是有减少的，所以我们就利用隔壁空压机的产生的废热，利用风车把它带到我们那个锅炉的进气口，那整体的瓦斯的节省量我是不记得，但是这个部分确实对锅炉的那个瓦斯用量是可以减少的，那这是属于一个废弃物再利用的一个范畴。以上。因为锅炉要加热嘛，所以我们是热空气就直接把它抽进去了，那希望说降低瓦斯的一个耗用量，当初的用意是这个样子。好，哦，那就最后一个，来，效果如何？确实有，但是已经很久了，我已经不记得大概省多少。哎，对对对。好，没想到大家这个反应的还蛮热烈的。那最后呢，是不是请我们这个副总监来给我们指导一下？三件事情跟大家报告哈。刚刚许处长跟我说，联电很热情、很客气哈，会准备晚餐，所以刚才没有发问哈，请用完晚餐后再离开啊。第二件事情是工商服务时间一下，我们有个网站叫节约能源园区，好像今天联电的金奖还有他们银奖都一样，他们的得奖案例我们都会放在网站上，啊，到现在为止大概有超过4000个案例的，好，每个案例大概有3到4个 page， 好，就我了解，光冰机这个就将近1000案的。好，尤其在半导体行业这里用非常多，那各位可以上去参考看看。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说，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联电的技术团队，还有我们友达光电、日月光跟台积电的专家啊，愿意来这边分享哈。然后他们都非常年轻，都非常愿意把他们所懂的跟大家做分享。那能源局希望也是这样子，大家透过今天这种交流时间，大家分享他的案例，各位可以加值回去。那明年。说不定明年的金奖就换你们了，就不是他们了哈。好，我想最后还是谢谢大家。我想借用各位的双手，我们谢谢他们这些团队，好不好？谢谢，谢谢。好，也谢谢副总监。好，那请许处有没有其他？所以感谢经济部能源局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感谢工研院这样的技术指导的部分。那事实上节能，我相信在座一定都非常迫切的需要这样的新的技术跟新的方法，不管是外部的压力或内部的成本的 cost down。 那期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跟交流，可以把整个业界之间的新的技术、新的节能，那共同发挥大家的智慧跟经验的部分。我相信节能的部分不将只是一个外部的压力，也是我们日常管理的一个自己自我挑战的一个机会。那感谢所有的今天与会的先进，那我们今天的整个活动是不是先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那